发动机你现在能不能动？现机可以动。好，请进。 它是国家大科学工程，也是世界第一的工程呢。它因为它那个弧形呢，它那个圆弧形呢，直径是最大的。好。 这个望远镜本身就是为了开发太空，探索那个宇宙奥妙。对于我自己而言，也就是探索我自己的一个过程。当困难一次一次的扑面而来的时候，我认为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机会，一个提升我自己的机会。